好熟悉，却又好模糊，感觉好贴近，却又好遥远，但是想不起来。你渴望一睹的，那不是梦，是你的初心。你还记得他吗？你想起来了吗？他等你很久很久了。你的初心。若他实际存在，为何不用力狂奔？去相信吧，其实没什么可怕。去相信吧。请不要忘了那个原来的自己，原来的自己，原来的自己。一些人迷失了路，一些人原地打转，另一些人正在重逢。我们都在寻找答案。也许现在的时机并不好，但我们会再见的。你是谁？我是你，我是你的初心。谢谢你想起我，谢谢你找到我。纵使人在理想与现实中回旋，我也不忘初心。我找到你了。